宣称是老挝币，啊，是老挝币啊，不是怎么这个人民币啊？好吧，这人民币哪里值不了那么多啊？人民币的话，一头成年项大概在150个 W 到200个 W 左右。150到200个 W 啊，一头啊，就这一头成年项啊，咱们这里一头小项都可以。